来来来，亲一下，亲一下。等什么等？都等八百下了，行不行？不行就算了。昨天玩怎么样，小叶大？哎呦，别提了。是不是？ 不是，就是你有梦都太……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。祝妇人节新婚快乐！来来干杯！喂。 小心我留给你拿回去。你呀，放开一点，各取所需嘛。是去你家还是去我家？<笑>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公司还有一个案子要忙。 好好好，再见啊，我们再联系。哎呀妈呀！你成天这么忙，可不行，得好好享受生活，谈谈恋爱什么的。哎呀妈，你看我这哪有时间谈恋爱呀？抽空也得谈，不要因为有挫折的感情就害怕了。你看看妈妈，整天多快乐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妈，你说的都对。 美女，今天公司不用加班了吧？我都蜜月回来，你不会还没进展吧？哎，你知道我跟我老公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的？有些感情是先走心再走神。 可有些感情呢，偏偏就是先走肾再走心。小姐，今天晚上跟我走啊？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在这酒吧见你多少次了？你和多少男人出去吧？我都不嫌弃你，你搁这装什么呢？ 你喝多了吧你？再不走，就报警了啊！走。这不昨天晚上酒吧那女的吗？是啊，晚上在酒吧找，白天在咖啡馆找，最可怜的那个帅哥了，被这种人。